晴朗天空下，鸟飞花开虫鸣，人欢畅，万物滋养。七年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我们从疑惑、适应、支持的历程中一路走，文明的意识逐步强化，居民的习惯逐步形成。生活垃圾分类这一项关系14亿人文明习惯养成的关键小事，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这七年，我们跨越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一步步阶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不断延伸拓展，全国20个省、自治区、1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完成生活垃圾分类立法工作，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84.3%，一座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拔地而起，一片片生活垃圾综合处置园区陆续建成。在这幅如火如荼的时代画卷中，我们感受到了党和国家把人民的利益放到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和崇高使命。晴朗天空下，山清水绿，海晏河清，风雨顺，世事平宁。奋进在文明的征程中，我们共同谱写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时代华章。